哎，饭了，兄弟们，一菜一汤，生活奔小康啊！哎，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，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退税的钱呢已经花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每天出来开销也挺大的，那你看得到啊？就最便宜的也是50-50的啊，然后吃开支比较大，也快顶不住了，先回去稳住吧，兄弟们，先稳住稳住吧。最近直播也特别拉垮啊。哎，顶不住了，回去吧。啊，昨天就住在这楼上啊，河边有人钓鱼，再看一眼江门啊。决定回去了，叫了个顺风车，我在河边在等车，兄弟们啊，划去一张实地啊，是吧？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回去吧。兄弟们，我已经叫了顺风车了，现在回东莞了啊，外面。到黄江了，下第一个、二个，我是第三个。12点多出发的，快4:30，快5点了。现在只剩我跟最后这个美女了。哎，打个招呼啊！这是拍什么？记录生活啊！即将到达，记录打招呼，美女。Say hello 一下啊！行啊。回到这个20块的临时房了，去买个菜吧，自己做饭。现在5:30了，兄弟们。做了一天，就几瓶辣酱，啥都没有了。去买菜做饭，东西还在啊。啊，你好，老板娘。嗯。10块钱的米啊。嗯。蛋，买了辣椒酱，回去做饭。上午给我拿个生姜。一起多少钱？8块钱啊。买了几个鸡蛋，买了几个番茄，买了把红心菜。一个人做个中餐吧，早餐，哎，一个人省着边买了一个鸡蛋，买了个菜啊，做吧，饭了啊，一天没吃饭，坐车坐到现在5:30，兄弟们，表弟昨天就跟我说，他这几天天天都没活干，什么事都很少了，想去武汉做物流日结，让我带他去，我也要稳一稳，是吧？搞点路费，经费都没有，最近直播很拉垮，是吧？所以我就随便。我一个人嘛很累，我就随便做个简单的菜，我就不叫表弟来吃饭了，明天再叫他吧。兄弟们，现在开火做饭了。今天奢侈一把，吃3个蛋，兄弟，嗯，切好了。饭了，兄弟们，一菜一汤，生活奔小康啊！哎，可以了，相当的幸福了。回来休息几天吧，这几天出去也吃不惯，也累，休整一下，看接下来该怎么走啊。嗯，炒菜，相当的好吃啊，相当的到位。